他没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，啊，他没有什么东西，他就是历史的经过，啊，他就告诉你听是怎么样子。这位老兵是个娃娃兵，参加的是军统，1922年生于上海。在他16岁的时候，确切说是17岁，全面抗战爆发。他作为军统，他是参加的是无线电部队。他曾经多次到敌后，就到日占领区去修理被毁坏的电台。他参加过腾冲战役，腿被炸伤过。新中国以后，他是反革命，被关在监狱里。以后那个特赦，由于他级别低，也没人特赦到他。以后劳改农场没人管了。他有一个狱友，是宁波宁海县的，就说咱们一起到那儿去谋生吧。他到这儿，发现了这个家厕所。当地人善良，就把这个厕所给他住。去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，政府和社会都开始注意到这个96岁的英雄。都说他是民族的脊梁，就连海峡对岸的马英九也给他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和证书。他终于有了每个月1600块的生活费，但这个在城市中很难生存，所以他不敢回他的出生地上海，他继续在宁海这个厕所里。他的抽屉里都是他每天用的工具，这些工具看起来又老又破，已经远不适合今天的数码时代。但这个老先生是一个活化石，我们今天看着都不认识的这些东西，在伟大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高科技。对，那次是高科技，他说的那次是没有的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96岁的英雄。我这是一个镜头拍下来的，可能不完美或者有错误，但是这代表我这一代人对老人的致敬。以后谁看到这段视频能帮他的就帮他。